那我们呢，大概花了一个星期去解释这个定义跟它的一些基本的性质。那今天呢，我们事实上是要继续啊，就叫继续。那在讲它的一些性质，而且呢，我们的例子呢会越来越多。在后段呢，还会讲到就是那个所谓的子数列 subsequence 啊。那这个是今天最后的那个部分。那上星期呢，我们recall 一下，上星期呢，我们证了这个定理哦。那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定理。好，这是我们上星期所做的一个基本的定理。我们呢花了一些时间证明，哦，那个证明也不简单的啊，哦。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这个 limit 是可以跟这些加减乘除呢给它有一个适当的互动啊，反正是想当然啊，就是这个 a 加 b 就是 limit 的 a n 加 limit 的 b n， 那好像一个分配率一样啊，这个我有讲过。那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是怎么样呢？原来我们知道 AN 有 limit， BN 有 limit， 这个定理呢叙述是这样子写，但是呢事实上如果你用文字讲的话呢，你是看书上写的话呢，事实上它写的比我详细很多。我这样子写呢，事实上是有一个东西呢可能没有太清楚的，是说 AN 加 BN 这个 sequence 有 limit， 而且这个 limit 是等于 A 加 B。如果仔细讲的话呢，应该要这样子讲的啊。我这里呢，因为我们在黑板上有一个局限，我们就是这样子写。原来知道它有 limit 吗？你 A 有 limit，AN 有 limit，BN 有 limit，AN 加 BN 是不是一定有 limit？ 不知道。我们利用 epsilon delta 呢，就说了它们就是以 A 加 B 为极限。那所以我们是讲了两个事情，啊，严格来说是讲了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说，这个 AN 加 BN 是有 limit 的，第二个是它的 limit 就是 A 加 B， 啊，是两个事情。有没有 limit 也是很重要的哦，啊，有没有 limit 也是很重要的。那其他的也是类似啊，就是每一个组合本身有没有 limit， 事先我们也不确定的啊，一直到我们利用这个 epsilon n 这个语言给它建立起来。它就是有 limit， 而且 limit 是等于一个数。我如果知道它有一个 a， 我就是要想办法去找。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定理。假设我的 sequence， 我的数列呢 ，an 都是非负的，啊，大于等于零，而且它有 limit 等于 a， 则 a 部分我就说这个 a 呀，啊，这个数一定也是大于等于零，啊，那然后当然重要的是 b 部分。这个根呢，啊，也是好像可以分配的，就是这个根号跟这个 limit 交换，就是这个，对不对？它是根号 of limit an， 就是 a 嘛，啊，好像可以交换啊，就好像我们算数一样啊，是这样子看。那这个想当然是对的啊。那但是我们这样子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建立我们的所谓的理论，那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习题，怎么样子？去学习怎么样子利用这个 epsilon n 去很严谨的去将这些所谓基本的东西呢给它讲清楚啊，是没有漏洞的啊。那好，我想我就给它证明了啊。那这个图画当然是蛮清楚的，以
an 大于零的来说，我们看看哈，就是 an 是零是在这里，那 an 是在啊，它可能很接近零，一直砍下去，那它越来越接近这个 a， 这个 a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负的东西呢？那大概是不行嘛，对不对？因为呢，你如果是你要走向 a 的话，你就是要越过这个零啊，越过你的这个界限啊。那好，我们这个语言怎么样子可以说明啊？那就是找一个合适的 epsilon 去讲啊。那那个合适的 epsilon 会是什么？有没有同学可以提出来？合适的一个范围，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范围。然后这个范围呢，是一定保证呢，这个 a 呢是这个范围都是小于零的。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范围里面 ，an 最后就要走进去，那就不行嘛，啊，所以这个是用反证法。假设 a 小于零，那我就有一个范围 an 最后要走进来，可是这样子的话 ，an 就要小于零啦，它走进来就是小于零了。按照我这个图。但是这个范围怎么设呢？这个范围是什么？啊？有没有同学可以提出来？哦，所以我要证明的时候呢，我就是假设这个字 assume 跟 suppose 差不多啊 ，assume 呢更清楚说是假设啊，设这个 a 是小于等于零。小于零，所以我就要取一个 epsilon， 啊，那已知是这个样子的嘛，啊，是不是？零点一吗？还是什么呢？哦。许希伟，你知道吗？我会取负的二分之 a。负二分之 a。如果 a 是小于零，负二分之 a 是大于零。哦，那那个运算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当 n 大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是对的，啊，或者是你直观来说，它跟 a 的距离是小于二分之 a 的绝对值，所以它就是比 a 多一半还是比 a 小一半，所以这个就是二分之 a， 这个是二分之三 a， 是这样子，这个是二分之三 a， 那就保证一定就是小于零，好不好？呀，你这里当然是可以做一些代数给大家展开嘛，啊，那是说 a n 减 a 是小于负二分之 a， 大于正的二分之 a， 它的负号，啊。那两边加 a， 不是吗？哦，那就出来了。哦，那你说 0.1， 我也不知道 a 是多少， a 可能是 0.001 啊。哦，你说一个实数的话呢，一个实的就是说确实的一个数呢，讲不清楚的，你一定要跟 a 有关系，哦，无论 a 怎么接近，我拿它一半。那 a 是一个已知的东西，所以 a 可以是 0.1， 可以是 0.0001， 可以什么什么都行啊，啊，哦，我就是说是二分之 a，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抽象化的好处啊，我可以适用所有的状况。好，那所以我就令这个epsilon 等于负二分之 a， 所以按照，因为我的 limit since 呢 limit an
等于 a， 我就存在啊，我就存在一个大 n， 那按照我刚才的那个做法，就是然后 an 呢、啊、是小于是这样哦，那可是二分之 a 是负的呢， a 是负的，所以二分之 a 也是负的，那而且你不止一项是负哦，你任何的 n 大于等于大 n 都是负的啊，那这个就是矛盾啊。矛盾什么？矛盾我说 an 是大于等于零啊，我这个是当然是 for all n 啊，这句话我这样子写的话当然是 for all n 啊，所以是这个意思。B 部分啊、哦、，B 部分也蛮简单的啊、哦，我们要分两个状况，第一个是 A 等于零啊，所谓的 case one， 或者是我用我的习惯的那个符号，我叫做第一步。啊，这是我的所谓的第一步，啊，就是 a 等于零的状况，啊，那你盘算一下，我就希望呢，我希望这个 a n 跟 a n 减 a 是减 a 跟 a。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很接近 a 跟 a， 所以呢，可是这个呢就是等于跟 a n， 因为这个是零啊，而且就不需要怎么绝对值了啊，因为它一定是正数啊，那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小于 epsilon， 就相当于我希望 a n 是小于 epsilon 平方，对不对？那AN 有没有可能小于 epsilon 平方？当然有可能因为 AN 跟 A 是可以任意接近的哦，那所以任何的 epsilon 大于零我都存在一个 N 那这个是怎么说呢？意思就是说，假设我的 epsilon， 我要求 epsilon 是 0.1， 那我就瞄 0.01， 我希望 an 是小于 0.01， an 跟0的距离小于 0.01， 那这个当然可以做得到，因为0.01 就是一个要求嘛，那你就找合适的 n 嘛，这个 n 是针对 0.01 来做的，然后如果 an 是小于 0.01， 那跟 an 就是小于 0.1， 不是吗？那我就做到哦，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规划，任何的 epsilon 找到这个 n 哦， n 以后的都对，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当然是成立了啊，因此呢 limit 的跟 an 一定要等于零。还有第二步啊，一般的 a 大于零，事实上我是先做一般的 a 大于零再做这个 a 等于零的啊，那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a 是一定大于等于零的，所以呢我这个组织就是但是一般呢我就发觉有一个小漏洞，就是等于零的时候呢处理不了
所以我才有这个 case 啊。这个是一般的 a 大于零，一样的，我希望 an 跟 a 是小于 epsilon 很小啊，那我就是要做一些代数，去将它变成是 an 减 a 的那个绝对值。那这个怎么做呢？我想应该是不难的，因为大家在国中啊、高中应该有用过的一个共轭的啊，你乘以这个根 an 加根 a， 你就会得出一个是 an 减 a 的东西啊，这个 trick 应该是大家都用过的。然后，所以这个是等于这个绝对值，所以分子是漂亮的。我再来处理分母，分母有一个 an 一个变动的，那我们又有一个简单的不等式去处理它啊，这个简单的是非常有用的。这个当然是大于等于零嘛，我不要它，我就一直做下去嘛。那这个 trick 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大 M， 所以这个东西是小于这个大 M， 然后只要我说明我有办法弄到这个东西是小于 epsilon 的话，我就成了，好，我就成了。 OK， 我希望是当 N 够大的时候呢，这个小于 epsilon， 那怎么弄呢？就是因为原来的这个 limit an 减等于 a 是我不知道根 a 是多少啊，根 a 是a 是一个数，所以比如说我的 epsilon 是 0.1 的话呢，我就是要取这个根 a 乘以 0.1， 然后去找这个大 n 啊，当然有嘛，有这个大 n 啊，那我的设计是这个样子。 OK， 那大 n 以后呢，这个就是对，但是如果这个对的话呢，就表示说我前面已经做了这样子的啊，我给它弄宽松了一点，但是呢宽松还是可以很小的啊，那这个乘进去呢就是当然是这个是小于等于，这个乘进去呢当然就是小于 epsilon 啊，因为你这边是根 a epsilon 乘以这个根 a 分之一就小于 epsilon， 所以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是做了对于任何的 epsilon 找到一个大 n 以后的东西，我的根 an 减根 a 绝对是小于 epsilon 的。那建立了这个以后呢，当然就我就有这个结论了嘛，对不对？那你看到我做这个不等，这个不等式是重要的啊，因为我简化了这个以外的东西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常数啊，那但是呢如果根 a 等于零的话，那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设立另外一个 case 啊，来处理这个多余的一个状况啊，那当然那个也不是太复杂，所以整个两个合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夹击定理，啊，还有什么不同的名称？
除了夹击以外，大家都学夹击吗？那个定理是这样子说啊，我有三个数列，我有三个数列，一般是这样子说的，是 CN 在 AN 跟 BN 中间，CN 在 AN 跟 BN 中间。那如果我现在呢，有 limit AN 跟 limit BN 同时都等于同一个数 L， L 是实数哦，则我的 limit， 我的 CN 一样是这样子说 ，CN 原来有没有 limit， 我不知道的。现在呢 ，AN 有 limit，BN 有 limit， 而且都等于 L， 我就确定 CN 有 limit， 啊，而且这个 limit 呢也是 L， 也是 L， 这个所谓的夹击，还没有别的名称。三文治定理 ，sandwich 也是有的啊，三文治定理，啊。就夹在一个三文治里边，squeeze theorem 或者叫 sandwich theorem 都是同样一个东西。这个是我的 L， 然后这个是 A1， 这个是 B1， 这个是 C1， 可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 A2 越来越接近 ，A3 更接近 ，B2 越来越接近 ，B3 更接近，就整个图画是这个样子，还有 B4 啊，越来越接近 L。那你的 C 呢，坐落在中间的话呢，它可以逃到哪里？它有没有可能可以？我说它逃走的，它会不会逃走？它会不会离开这个 L？ 那我说不行啊，我强迫它，它就是要走上那边啊，没办法的啊，它就是 C 就是在中间，它在中间，它在中间，不是越来越接近吗？因为左右两边都夹在里边啊。他逃走不了，所以他就是注定就是一定要走向这个归宿啊，就是这个 L 啊，是这样子。证明呢，也不难的啊，很直观，很直接。简单来说就是你的 B1 跟 L 距离不会大，都很小的嘛，所以呢，大概 B1 就小于某一个 L 加 epsilon。然后 A1 呢，我不管它大于它是怎么样子，但是 A1 不会比 L 小很多，它一定是比一个 L 减 epsilon 要来的大。然后 C 是夹在中间，那就完了，它跟 L 不能超过这两个数，那它就是要跟 L 要很接近，是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那就 imply 什么呢？这个我这样子写 O 不 OK 啊 ？AN 就一定小于这个绝对值，给它拆开来，就是 AN 一定要小于 L 加 epsilon， 大于 L 减 epsilon， 对不对？可以吗？可以啊。那同理呢，我也有。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也有 N2， 使得 N2 以后呢，BN 呢也是会。在 L 加 epsilon 跟 L 减 epsilon 之间，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 limit 啊，他们的 limit 都是等于 L， 所以，对于同一个 epsilon 来说，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所有的大 N
都会满足这个条件跟这个条件。那这边有 N2， 这边有 N1， 那我选比较大的那个。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大 N 以后的东西都要大于 N1 跟 N2， 然后我就有呢 AN 一定满足它大于 L 减 Epsilon， BN 一定满足它小于 L 加 Epsilon。 BN 既然满足这个条件，所以我只是取其中一部分，如果这个对，这个当然对，如果这个对，这个也当然对，是不是？然后但是前面又说他们夹着 CN 啊，所以 CN 就大于 L 减 Epsilon 小于 L 加 Epsilon， 在这个不等式底下。哦，那我就那现在好像翻译游戏一样，我就简单翻译成一个绝对值得。哦，那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将这个填中题呢给它弄圆满了，是说给定了 epsilon 大于零，我找到一个 n， 通过 an 跟 bn 的这两个数列的资讯，我找到一个 n 以后呢，这个 cn 跟 l 距离就小于 epsilon， 那不是就说 cn 有 limit， 而且 limit 就等于 l 吗？哦，那这个就是大家夹击原理是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我们是用一个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它，哦，我们就给它所谓的证明清楚了。夹击是其中一个最有用的 limit 啊，我们今天呢，我准备了几个例子来说明它的一些应用。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啊 ，n 二分之一的 n 方的 limit 是等于零。好了，两个，对。对，另外一个可能还不行。好，两个。好啊，既然我刚才讲夹击，我就先讨论，就用夹击来做。啊，用夹击来做。啊 ，M 代表什么 ？Method， 方法一。啊，但有一点点技巧的。第一步是这样子做。Ln， 我希望 Ln 跟零距离很接近啊，这个东西当然是等于 R 的 n 方，是不是绝对值？但是也等于 R 绝对值的 n 方，这个没有不一样的，对不对啊？ R 的 n 方就是 R 自己乘自己 n 个，跟然后拿绝对值，跟每一个绝对值然后乘 n 次，当然结果是一样的，哦，是不是？啊，哦，那所以是我就考量是，事实上就是要我希望 R 绝对值的 n 方是要来的小，啊，哦，那然后呢，我就得出我就令这个 R 绝对值是等于一减 d， 哦。这个 R 绝对值小于一的，啊，那当然大于等于零，这个不用多说，啊，如果它等于零的话呢，这个也是 trivial 的，这个也不用讲。不过我想无所谓，这个是无所谓的。那这个 d 呢，就是一个正数，它是小于一，大于等于零，好不好 ？Sorry， 它是大于零，小于等于一，啊。它等于零，相当于就是 R 等于一，现在要绝对小于，所以不可能的啊，哦。但是这边是无所谓。
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如果 D 是这个样子的话，一减 D 平方当然是小于一大于零。哦，是这样。那 trick 就是在这里，一减 d 平方是可以分解成一减 d 乘以一加 d， 两个都是正数，所以我的 r 绝对就是一减 d， 它是小于一加 d。好，然后它的 n 方。是小于一加 d 的 n 方，而一加 d 的 n 方呢，你就用二项式定理给它展开啊。那它有很多项，每一项都是正的哦，每一项都是正的，所以呢，我就取第二项，它是这个是等于什么？这个是等于一加 n d 再加 n 乘以 n 减一。d 平方一直加上去，二项式定理告诉我们呢是这个样子，这个东西是对的。现在我就是取这个项，哦，这个项是最简单的。然后 d 是一个固定的数，然后你有一个 n 分之一 ，n 分之一不是趋向零吗？当 n 大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东西是趋向零，当 n 趋向无穷的时候，而 r 的 n 方当然是大于零嘛，那所以它也是趋向零，当 n 趋向无穷，那所以这个就是夹击了。 r 的 n 方绝对值的 n 方就是通过这个，它是夹在两个数列之中，各自的 limit 呢都是趋向零，所以 by squeeze theorem 呢，它的绝对值的 n 方就是要趋向零。而如果它的这个绝对值的 n 方是趋向零，它本身也是要趋向零，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论。那这个是一般夹击，我们使用夹击的时候呢，常用的那个这个图画啊，这个一个数列它小于另外一个数列，大于第三个数列，然后呢前后的都有极限，同一个数，那我就强迫中间的那个也是要满足这样子的条件。夹击啊。好，我刚才呢那个定理的时候呢，我漏掉一个点是重要的。当 n 大于某一个大 n 的时候呢，我的 cn 它是介于 an 跟 bn 中间，那而 bn 是大小于 l 加 epsilon，an 是大于 l 减 epsilon， 那最后呢，你就是得出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个证明的精神。那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是说我们需不需要每一个 n 都对，这样子一个数列，我们需不需要每一个 n 都对？那事实上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我们大 n 大的 n 对就 OK 了。比如说我从第100项，这个成立就 OK 了。为什么？因为我最后的这些不等式呢？是一个大 n 之后的，我这个大 n 如果比如说我第一百项以后这个成立，那我这个大 n 就选取一定要一百项以后，啊，如果原来 n 1 n 2是选到第50项，
我不要，我要100项，啊、哦，这个 N 呢、啊，这个选取呢，不是唯一的，你50项对，100项也对，500项也对，5000项也对，反正有一个 N 就好了，啊、哦，它的选择不是唯一的，你不同的进路呢，有时候出来的 N 呢、啊、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可行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抵触的，所以我不需要每一个前面的，我们叫少数，少数可能很多，可能少数可能10000哦，啊，少数的那些项，这个不等式，这两个不等式可以不成立，但是后面的多数，那个尾巴涉及无穷项，只要它成立，事情就好办，啊，那这个这一点要注意的，所以我要是说。我要给一个 remark。啊，我只需要 N0 以后的项成立就 OK 了。N0是某一个数，可能是100，可能是10000，我不知道。啊，那但是它要成立 ，OK。好，接下来呢，我要给出我刚才的那个例题的那个第二个证明。那这个例题当然是非常直观哈、啊，它的 limit 等于零。这个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学过了啊。那现在呢，我们要给出一个刚才呢，我利用这个夹击啊，这个 trick 呢是在哪里啊？每一个现在你们学的每一个证明，每一个习题，可能都是一步到两步是最重要的，这两步要记一记，其他的你应该有办法是可以推演下来，啊、哦，那这个 trick 就是在这里，啊、哦，就是在这里，那这个不等式一过去，情况就。好办了，啊、哦！你大概摸一摸，摸一摸，应该是有办法可以摸得出来。如果你比如说我们的二的 n 次方根，我们你去猜一下的话呢，啊、哦，根二大概1.4嘛，啊、哦，然后你再根的话呢，就更小了啊，可能是差不多1.2，小于1.2。你再跟下去，那这个是趋向一，是应该是清楚的。现在呢，所以这个是等于二的 n 次方根。好了，那 n 次方根呢？哦，那个是比二大耶。哦，它会不会比一多一些？哦，那我们说不会。那等于，那这个当然是做过一些实验啊，去弄的。那我们给一个证明出来。For all n 呢、啊，这个 n 是大于一的，这个是当然是很清楚啊。你 n 的 n 次方根，当然比一大哦，你想一想，这个数的 n 方只要等于 n 啊、哦，它可以等于一了哈。比如说二的 n 次方根，当然也是比一大哦，你比一多一点点，你的 n 次方才会等于二啊、哦。那比一小的 n 次方根就更小了啊、哦，不可能的，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令。那个 trick 呢，那个 trick 跟刚才的那个有点像，我弄一个 n 的 n 次方根就等于一加的 dn 啊、哦，它比一大嘛，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说。然后 n 指这个的 n 方，出来是这个东西。然后二项式定理，二项式定理告诉我们，你就是等于这个这一堆东西。啊 ，sorry， 这个是零了，这个是零了。啊 ，dn 是大于等于零，然后一加 dn 的 n 方展开出来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啊，我大概要一两项就够了。啊，我不需要多。我不需要多，我需要这一项就够了。那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样？事实上你要找，一般都是用这项了，有一个 n， 可是这边已经有 n 了。这个 n 一消下去的话呢，就没东西剩，所以我需要大一点。我用这个，那然后呢，这些都是一些正数，我就给它翻过去左边，那就有有这个东西啊。OK， 啊 ，dn 是一个正数，那所以我两边取根号，这个不等号都要保持的。啊，啊，它就小于这个的根号，这个的根号是什么？根二，根 n 减一，啊，而 dn 我早就知道它是大于等于零，啊，你就给它限制，我要证明 n 的 n 次方根等于一，啊，那我就让它等于一加一个东西，然后证明这个东西是趋向零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东西。我们要说一个东西是趋向零呢，比较容易做的，啊，比较容易做的东西是很小很小很小。所以现在就是做这个事情了。它是一个大于零的东西，可是另一方面呢，它小于根 n 减一分之根二，这个是一个常数，不用管它。这个当然是 n 减一分之一，当然是趋向零嘛。那再加根号，我们前面的定理不是说，你如果这个 limit 有极限的话，它的根号也是去相关的极限嘛。所以这个当然是趋向零嘛。那你乘一个常数也是趋向零啊，前面的定理已经说好了。当 n 趋向零无穷的时候，这个是趋向零，那这个当然也是趋向零嘛。啊，它是常数啊。那是常数系数列啊，趋向零，所以夹击我的 dn 啊 ，by squeeze theorem 就是 limit dn 要等于零啊。那如果 limit dn 等于零，它是这个有 limit。这个有 limit 是等于零，这个的 limit 当然等于一，所以这个有 limit。做出来啊，夹击定理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定理来的啊。那你看我这里呢，整个东西呢都是非常严谨的，每一个东西呢都是在前面里边都讲过的啊。都论证过，我们在课上用的证过的定理，你们在写作业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用，因为那个是已经验证过了。哦，万一你在作业里边用到一些没有学过的定理，没有在课上讲过的定理，那搞不好你就要去证一证了。啊，或者是你说它是书上的定理，那个我也可以接受。啊。书上我们已经讲过的范围的定理啊，那现在的论证呢都是要给根据的啊，不是随便啊，这个应该是对的，没有应该，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啊，那这个要小心的。现在这个就是按照我们的整个逻辑呢是
很严格的就说明了它是对的啊。任何大于一的实数，它的 n 次方根都要等于一啊。为什么？因为这个 a 呀、啊、是小于 n 大于一嘛。当 n 够大的时候啊 ，for all n 大于等于 a 的，当 n 够大的时候，它当然是小于 n 嘛。那然后我的 n 次方根就小于等于 a 的 n 次方根小于 n 的 n 次方根，不是吗？而这个趋向一，这个趋向一，这个不是趋向一吗？啊，是不是？那这个就是用到我们刚才所谓夹积的，你这个 n 够大的时候，它才大于 a， 不是所有啊，但是呢，某一项以后都对。那 a 大于一是这个样子 ，a 小于一呢，它的 n 次方根是不是也是趋向一啊？比如说 0.9， 它的 n 次方根是不是也趋向一啊？哦。只要你正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令 b 等于 a 分之一啊，那它就大于一了吧？我的 b 的 n 次方根就等于一啦，好。然后我的 a 呢 ？a 的 n 次方根是等于 b 分之一的 n 次方根，不是吗？所以它是等于 b 的 n 次方根分之一，它根本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分母是趋向一，那这个当然是趋向一嘛，啊，它是一个分数，分母有极限，分子当然有极限。做完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也对。那，还不止的，我可以再给一个例子。这个数列 ，n 的 arctangent 的 n 次方根，怎么样？有答案吗？有答案吗？哦 ，n 越来越大，很幸好 ，arctangent 现在是有限制的。哦，对于所有的 n 来说，这个 arctangent 它当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怎么样移动都不会。比二分之派来的大，啊、哦，它是原则上它是 arctangent 的函数的定义就是负二分派到正二分派，啊、哦，那而且呢 arctangent 的 n 方的话，事实上它是当 n 等于一的时候呢，它就是四分之派，啊、哦。那二三四以后它就是在后面了，这比四分之派大了，所以这个不等号是 OK 的。那因此呢，它的 n 次方根就保持了，然后这个是 1.57 多，无论如何 n 次方根趋向一，这个是更小 0.7 多，不管啊，反正任何状况都对啊，所以也是趋向一，所以这个就趋向一。好，你看我们用理论的一步一步将简单的东西给它厘清了以后，碰到复杂的状况，我就不需要多啰嗦了，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就是可以很肯定的，就是几行就可以将整个
limit 给它计算清楚。我们要考虑一个所谓的子列啊，子数列啊，这是今天最后的课题，子数列。好，这个给定这个 AN 是一个数列 sequence， 那我们都知道了，我随便选一个项，比如说 A2 A4 好，反正就是一些这些呢都是我们都就是叫做所谓的子列子数列，它就是 AN 的某一些部分啊，某一些部分。那但是呢它们也是一个比一个大的，这个重要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严格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将它写成一个定义哦。啊，给定了 AN 是一个数列，我们说它的子列呢，我们有一个符号叫做 ANK， 啊，你要一个比一个大，啊，那我们呢就将它写成是 ANK。ANK 是什么呢 ？NK 呢，我们看成是一个函数，譬如说 A 的二 N， 或者是 A 的二 K。这个叫做 NK， 就是 K 等于10的时候，就第10项它就是原来的数列的第20项，对不对啊？那更复杂一点，譬如说是 A 的2 K 方加1，那这里的K 等于第10项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数列呢就会等于 A1 K 等于2的时候呢就是5了，K 等于3的时候是10的，一直到 K 等于10的时候呢就是1024加125啊，是2的10方啊，是这样子啊走下去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呢事实上就是一个 K 的函数，这个所谓的 NK， 这个是我们一个抽象的符号啊，那它就是一个函数将 K 引过去 NK， 但是有一个要求，第 K 项后面的引过去原数列的那个项呢一定要比前面的要来的大，就是这个13一定要比9大，17要比13大，一个比一个大，所以是抽样的啊。那这个当然重要啊，因为我们讲 limit 的时候是要说 N 大的时候，那你就是反正呢你第10项以后呢就是说这里的新的数列的第5项以后就相当于这边的第10项以后的，你不能回头，你回头的时候呢我们的讲 limit 呢就糊里糊涂了啊。那所以我们有这个需要，要要求这个子数列呢是一项比一项大，一项比一项大，这有一个定理AN 是一个数列，它是收敛到一个实数 A， 弱且为弱，每一个子列啊，任何的一种方式的子列它都是收敛到 A。 那我再说一遍，我这个定理是说 AN 是一个数列，它收敛到 A， 弱且为弱，每一个子列 ANK也是收敛到 A， 那这样这个定理呢是很有用的，大家还记得我们的负一一这样子的一个数列，我们之前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就给了一个证明给他，啊。那就是说这个 limit 是不可能等于一，这个 limit 也不可能等于负一啊，那然后这个 limit 也不可能等于其他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星期要教的一个加分题来的。那
也蛮啰嗦的，对不对？要分三步才能讲得完，啊，每一步也要花一点精神。现在呢，用这个就很简单了。为什么？因为它是负一一负一一这样子走下来，所以我的 a 的二 k 加一就是它的奇数项，或者是二 k 减一，就相当于就是这个奇数项，它永远都是负一啊。所以它就收敛到负一嘛，不是吗？它是一个常数的，它作为数列本身是一个常数数列，啊、哦、啊、哦，那然后 a 二 k 可是偶数项呢，永远都是一耶，永远都是一，所以它也收敛呢、啊，它收敛到一，可是一个是 a， 一个却是 b， 不一样的，所以它们有没有可能收敛呢？不可能啊，这两个不一样呢。好，我找到两个子列，一个收敛到 A， 一个收敛到 B， 它不是每一个子列都收敛到一个固定的 A， 就破局了。破局了，就表示说，这个 AN 啊 is not convergent。三行写完了，哦，所以这个定理的好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用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数列的时候，我们用子列去看。